san sit di hom om guru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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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sit di hom。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 Om Mani Padme Hum。 上师好。大家好。好，我们这一坛的父母主尊是莲花童子。好，莲花童子。那么这一坛的父母是补上个礼拜五。好，上个礼拜五我们紫莲堂好对外公告的一坛莲花童子庆贺根本上师下降娑婆的圣诞覆摩。那因为几乎大家都在西雅图，所以我本人也在那边，所以呢我们就延迟这礼拜来做。好，延迟这礼拜来做。那么这一坛的覆摩除了有祝贺的意愿在里面，那么也可以祈求哈，这个祝贺他的心愿以外，也可以祈求结魔。密宗的结魔就是分习真怀珠，习真怀珠。如果你觉得你现在你的生活哈，你的整个人生的际遇哪一方面比较多问题存在，你希望能够消除、减少、化解啊这些问题，那么你就可以分习真怀珠来这样子的一个祈求。这就是习，就是习斋；真就是正义；怀就是敬爱。哈，然后珠就是储藏，就是习真怀珠。我看这个电视上，我的头少了一半呢。就嘴巴，这个很可怕的，对不对？只剩下嘴巴跟麦克风，OK。幸好有个小电视可以看一下。我曾经看过有个地方哈，放出那个地方的这个法师开示都没有头，摄影的人吧跑哪里去了？摆的角度，然后就只有一个麦克风在这里，然后头不见了。所以我刚刚看到怎么我头不见了，所以你们看哪一方面，你们比较希望能够圆满你们的愿望？补足你们的缺失，好，那么你们自己在参加覆摩的时候就写下你们的所求。如果觉得自己现在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健康不太好，好，那你就特别求息灾，好，这个本身的这个病业，自己的疾病，那你疾病身体也许可以一笔带过，身体健康，好，病业消除。但是如果你可以加强仔细指定，我现在腰骨痛，你就一直在求这一点，因为整个身体都是病啊。如果都是病的话，有头痛，有牙痛，有眼睛痛，有耳朵痛，有喉咙痛，那你现在比较希望哪一方面特别加强？好像我个人 的这个腰椎骨，我就特别加强腰椎骨，我特别加强，每次修法就特别光一直照，然后我现在就越来越好了，我没有给医生看，医生给的西药吃到我胃溃疡，对不对？胃发炎，这个西药很可怕的。我们如果一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常识知识，他叫你吃你就吃，一天下来就是吃饭一碗公，每个小时吃。很可怕的，那时候去年，所以吃到都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了。所以呢，我从去年知道这个讯息，说这些西药你再这样吃下去会完蛋，我就没有再接受这个药物的帮助，就完全就杜绝，然后又捡回自己的本行修法回向。
就发现到修法回向才是根本的力量，才是根本的力量。我没有借助任何的药物，没有医生这样方面的治疗，我就是靠修法回向。我就想到当年我要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很辛苦，因为周师兄非常的反弹反对啊，他不接受我这样子的一个帮助众生的行业，放弃家庭的路途，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抗拒。那你怎么样得到他的帮助支持，你才能全心啊去做呢？那时候刚早期的时候，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他都不接受。为什么我不能听到？为什么我不能看到？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子的因缘机会？常常都讲为什么只有你听到，你难道不会自己制造吗？对不对？所以就很难去跟他讲这种因缘的问题。所以呢，怎么样让他可以了解跟接受跟感应，那就是因为他的 heavyver、这个鼻敏感，每天早上只要起来还没起来，在床上就开始哈啾第一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花粉的敏感，他就是这样，就是哈啾，那开始就赶快冲啊，棉被一掀就冲去吃颗药啊，眼泪鼻水就开始流了。在花粉最强的时候就是这样，很辛苦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都这样。没有人可以帮助啊，就是吃药吃药吃药。那所以呢，我那时候就修法回向给他这个黑 fever， 可以减轻可以化解。那真的修了法以后一段时间，真的就没有听到他一大早就哈啾哈啾来就吃药。既然你嘴巴眼睛鼻涕不流不哈啾，就会忘了要去吃药。那我就看到他一段时间停止，我就很开心很高兴，说这是修法回向给你的结果，你现在没有这样，那他不幸福。他说这是马后炮，现在季节没有了所以这样，可就很困难。你为什么不早讲？那所以我说好，那你背后有个脂肪瘤，背后腰那个有像鸡蛋这么大，医生叫你开刀都不敢开，你开了还会再来，有人这样说。我说我们就来打赌这个脂肪瘤，这个瘤能够消减能够化除。他说好，哇，就打赌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修法回向观想这个瘤，没有人教我怎么做，我自己用自己的想法，竟然这个瘤是固定的，已经成型了，像鸡蛋这么大了。好，我们就修法回向给那个瘤固定的瘤的形状去消减去消除，大化小，小再小，小再小，用自己的这样的念头去想象。然后呢，光一直照那里，光一直照那里，光一直照那里，那个黑气很黑的墨汁，水沟的臭水沟的黑，一直消，一直消，一直流，一直出来，臭龙一直出去，哇，一直这样子想。然后那个地方黑一直从很深很大很浊一直越来越清，越来越没有，越来越消除。这是我自己那时候的想法。然后不知道修了多久，几个月了，也不敢去问他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真的产生感应，那时候刚开始嘛，对不对？所以呢，为了要打赌啊，如果我跟他讲，如果真的是感应了，你这个瘤消除了、化解了、消减了，那么你要支持我，不能再反对我啊！为了这个去跟他打赌是很重要的一赌啊！所以呢，真的过了好几个月，真的也不敢问他，所以就故意偷偷过去，用手镯不小心去碰他一下，好看看还有没有，是不是大化小了？结果哎，好像固定的地方好像没有碰到，哇，就手赶快去摸了，哇，一个不见了一个，还有一点点，哇，就像中乐透奖一样大叫了大跳了，哇，一直叫一直笑，不知道在叫什么笑什么，反正就是一直叫一直狂叫。这是真实的事情，今天大家能坐在这里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来的。
打赌的来的。所以既然以前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为什么遇到事情都往外求呢？为什么我们自己本来就有具有这样的方法跟能力，为什么动不动眼睛都在找谁能来帮我？这就是我这一次自己深深的思想。除非是真正的发生很大的意外灾难，像车祸，那没有办法。但是真正的没有那样的情况，为什么自己不用我们所修的方法跟念头来改善呢？你们如果去年有看到我的情况，连坐椅子都不行啊，对，痛得不得了，连走路都不行啊。但是你看这一年当中真的改善太多了，真的改善太多了。自己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一个观想，一个念头，真的念头能够承办一切的。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念头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念头来的。要画什么坛卡，要供什么佛像，要用什么东西，都是念头来。像今天你们捧着贡品来，哪一样不是你们的念头来的？你们想到你们要去做，你们就产生了，都是念头来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全部都是念头产生的。竟然是这样，我们的宗教，我们今天皈依的信仰修持的，就是念头中念力中，这是与天俱来存在着，大自然就有的。我们只是回归自然，用自然的方法，没有特别的不同的稀奇的古怪的，本来就具在，本来就有这种能量，宇宙的意识的能量，我们只是去把它接连起来而已，运用出来而已。我相信是老天大概要给我再好好的好发挥自己的这种好故事，再好好的鼓励大家，再回归本源。除非我讲的突然之间发生哇这样子，其实也是可以的。你不要讲突然发生什么意外，你如果真的有这个力量也是可以帮助的。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同门送到医院生产，发生难产，血流不止，他的家人马上打电话给我说怎么办，现在血流不止，血崩难产，医生现在在抢救，一直流血。我跟他讲，你马上拿一杯水，马上观想，我现在在这里，马上观想，家子这边，你马上进去，医生护士正在大乱当中，你把那杯水马上洒到他的流血的地方，生产的地方，啪，马上停。真的，那个师姐就捧着那一杯水马上冲进去，在台湾还可以让你冲进去，在国外大概不行了。哇，冲进去，哇，那个护士大家都急得不得了，医生他马上血就那个水啊，马上往血那个地方就停掉了呀。他们还在找不到，哎，找不到血流在哪里耶。这是真实的，曾经有过这样，我们很多故事的。所以即使遇到这样也不要慌，也不要怕。有时候西医医生真的来不及救，是有他的方法的，我们是有方法的。所以这是给大家做参考，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我是真正的就靠我们这个修法的力量，医生都说要开刀的这种状况，严重的状况，好，我们怎么样让他再度的站起来。我现在是不能跪，所以你们在做这个大礼拜的时候，我都用站的观想。我真的好羡慕你们能跪啊，对不对？能跪得下去表示健康啊。那我现在还不能弯腰，哦，还不能拿太重，但是往往医生讲的话都会忘记，照样还是搬来搬去的，哦，不能弯腰，不能蹲，但是我尽量控制的，有时候会忘记。但是这个跪真的要跪是可以，但站不起来，那个筋跟筋啊，骨跟骨还没有完全好。但是我一定
好，一定要试，看明年什么，我一定要跪得比你们还快，站得比还快，跟以前一样。这三年的灾难让他过了，让他再度的站起来。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用我们的真佛秘法治愈，自然医愈自己的这个病，啊，病体。那证明给大家看，如果我可以证明起来了，表示你们都可以，都可以的，不是不可以。这么严重，我有医学的报告，我这个不开刀是瘫痪的病。好，就好像当年我不能生小孩怀孕，十六个医生都这样子说，还是生小孩生那么多了。所以有时候医学报告医理有时候也是要参考一下，好，要参考一下，不是都是一定的。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不是一般的常理可以推算的。总而言之，今天是莲花童子的父母西真怀珠的结膜，好，西真怀珠的结膜，一讲结膜，你们就不必再什么超度啦，什么息灾敬爱啦，不必，就结膜，结膜就什么都可以了，明阳两界可以，西真怀珠可以，入世出世可以，啊，所以你们自己就可以写，我们跟大家结缘这个护膜片，啊，护膜片，有人赞助护膜片，好，有人跟大家结缘护膜片，我们就好，啊，给大家。好，这个两片护膜片，好，给大家结缘，对，两片，好，第一片写自己的名字，好，你们只要很诚心的拿到这个护膜片，然后笔举起来，很恭敬专注的观想莲花童子柱顶放光铸造你们的手中这个手这个笔，然后就写下自己的名字，拿着附魔片，啊，在座的大家各拿两片。我们也谢谢今天，啊，跟我们大家结缘赞助附魔片的同门。啊，两片，啊，拿好笔写自己的名字。啊，除了这个光明铸造，你特别想要西真怀珠的结膜光明，你就特别照。譬如说，你光明铸造，你特别想要求息灾的，就特别哪一个颜色的光，白光、红光、黄光、蓝光，好，特别铸造。好，反过来写心愿，我告诉你们写什么。祈愿，自己的名字写好了，反过来。祈愿今世莲花童子之行愿迅速成就，今世，啊，这个 life this life 的莲花童子之行愿迅速成就，今世莲花童子之行愿迅速成就，今世莲花童子之行愿迅速成就。我们也不分谁是谁，反正我们都皈依，我们的源头都是莲花童子下降人间，我们发的愿希望赶快成就，去做行愿，就是去做，啊，真正落实去做。好，写完这个愿望自己默念三遍七遍二十一遍都可以，看你的时间，大家都有愿望，大家都有心愿，大家都有发愿，希望赶快成就。好，第二片写自己名字结过缘的一切众生。好，你就写中间自己名字，然后结过缘一切众生，在下面自己的名字下面小字一点。第二片祈愿众等皆速解脱自在，众等皆速，迅速的速，众等皆速解脱自在，众等皆速解脱自在。
就是大家哈、啊、都赶快迅速解脱自在，众等皆速解脱自在。好，默念三遍、七遍、二十一遍，所以你就不必担心还手漏了谁，谁没有写，你这个就包括一切了。好，来不及写很多护摩片，一片就可以了。那包括你今世的、累世的，你结过缘的一切众生，连宠物狗畜啊都有，一切众生。好，我们学校学生有一些学生来参加，好，赶快也让他们赶快写好。啊，有的第一次来哈。再给大家一片够吗？没有没关系，在楼下哈、哦、来楼下的再拿一片，为子莲雷上士写，尽一份心结一份缘。好，子莲雷上士写下来，子莲雷上士后面的愿望祈愿迅速法财具足，马上顺利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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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这一片哈，我自己写下来，我这样子观想，哇，我这一片就好多好多的黄金元宝一直涌出来啊！迅速法财具足，马上顺利建成。迅速法财具足，马上顺利建成。不管你有没有这份的能力和资粮，但是你有这个心，回向一下，你都有这个功德。迅速法财具足，马上顺利建成。安奉莲花童子勒令或赐令子莲雷藏士光明吉祥玉令纲，祈愿迅速法财具足，马上顺利建成。你们今天的三片啊，功德附魔片的愿望，你们要记住啊！希望自己本身莲花童子的行愿迅速成就，自己就是莲花童子之一。然后自己跟结过缘的一切众生，不管是哪一道的，都能够解脱自在。那第三遍，子莲雷藏士迅速法财具足，马上顺利建成。OK， 好，迅速往前递。现在什么都要迅速。好，阳寿落尽，灵命终时，也要迅速善终往生，解脱自在。好，都不要拖拉啊！什么东西拖延拖拉都是浪费时间、生命、精力，哈、啊，浪费一切资粮，迅速、迅速、迅速。好、啊，如果不懂得写没有关系，合掌，哈、啊，观想，啊，以上所述，哈、啊，对不对？求愿达成，哈、啊，这样就好了。呀、yeah, ，everything 就在里面了 ，OK。非常感谢啊，上师宝贵的法语开示。那现在我们在法会开始之前，我们请同门代表大众向主坛上师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之敬意。
首先顶礼根本传人上师历代祖师，坦诚诸佛诸尊及今日父母祖尊，那么莲花童子，大白莲花童子，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吉祥。 Om Mani Padme Hum。 上师好。这个有声音吗？我这个摄影机头又去掉一半了，哈哈，啊哈，这个角度好像，如果坐高一点，就只剩下鼻子跟嘴巴。OK， 啊，今天的这个角度尺寸啊，都有一点走样啊，好。这个刚刚在修持当中啊，啊，入定当中，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启示，他们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说辞，说在我这一次回来的时候，啊，要跟大家做三次的导引。我说父母快一点了，他说要导引，第一次，一次的导引。是要增加大家的信心，增加大家的能力、能量、能力，做事情的能量、能力，好，增加大家的这方面的力量。而第二次，好，是去除大家的病痛、病业，好。第三次啊，地上不晓得能不能做得完哈。好，第三次要给大家早一点、快一点，赶快成就你们的心愿，成就你们的修持。啊，这样子讲，这个要时间呢。不做附魔比较容易，一做附魔，烟啊、火啊、热啊、贡品啊，叮叮当当的比较复杂。但是就只有修法就会比较容易。我看这样子的情况，好像修习斋法比较可以做得到哈。好，我是24号走，所以呢，今天几号？今天13号，第一次是什么？增加你们的能力。做事的能力，对不对？是不是？你们要不要增加？要。叫得这么难听，声嘶力竭，好吧。要不要增加你们的能力，你们的力量？好，那就明天晚上好了。明天晚上好。你们觉得你们做事情哪一方面比较不够信心，比较不够能力，比较没有能量？什么事情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不懂比较不会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不能，哎呀我不能，哎呀我不能，好，很少什么事情我能，我能。你们有没有常常拍胸我能跳出来？很多事情要人家做事的时候，或是想要做啊，大家都尽量闪啊，啊尽量躲啊，我不行了，我不能啊。Not me 对不对？这就是没有信心，能力不足，是不是？能力不足，信心不够，所以什么事情都往外推，都是看别人，
不看自己。 OK， 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是要增加这方面的能力能量。好，那就明天做一谈增加能量。其实刚刚那个附魔就是在增加能量，你们如果坐在那边看火那就很可惜了，你要把这个火引到你的前面，你进到这个火里面。因为这个火不是一般我们在烧东西的火，这个火是从宇宙意识把这些成就的、得证的、有能量的、无比的能量的下降邀请下来、勾召下来，这个火就不是一般的火了。然后你再把这个火用意念想象移到你的前面，然后你进到这个火里面，你在这个火里面好好的烧掉你的习性、你的业障、你的灾难、你的病痛、你的所有的一切问题。烧掉了以后，仅存的就是这一些宇宙的所有得证的、成就的、一切的光明、一切的力量的代表，就进来里面，你跟他合一了。一谈法下来就不一样了，和你们会不会把握就是这样。我们是小宇宙，这是大宇宙，我们进到这大宇宙里面合一就不一样了。其实我的很多的病痛，也就是我很多问题，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成就的光明能量当中去承办的，要去承办。所以如果你们懂得这样子，那就不一样了。哦，这个就是吸收了、储存了、拥有了，那那光明永在，就是这样子了。那光明就是一切了，不要黑暗，黑暗就看不清楚了，伸手不见五指，灯一关，哈哈，大家都摸不到了，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这很重要，这附魔就是在给大家这个体会、这个训练，把所有有形的大家准备的这么辛苦，花钱买这么多啊，丢下去没有了。这个助燃这个光明度产生，也在让我们去体会、去了解，本来就没有，这当中产生的有，最后又没有，这过程去体会，这当中去好好的细想，做得这么辛苦，买得这么辛苦，怎么没有了，变成灰了，又恢复原来了，本来就没有，现在也没有。我们为了这个没有到有，然后最后又归为没有，我们这一生拼命拼命拼命的一直追求、一直制造，好，意志要拥有，然后最后又没有，这是在产生智慧的一种思想。这些种种都是在让我们体会训练，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不是一般人想的烧火、哦、在浪费食物，不是这样子的。这为什么要做附魔，是所有求愿当中感应最快，也就是这个过程，让你去想，让你去体会，让你愿意把这样子的火引到你的身心里面去，好好的去净化自己，把自己小我、自私的我去把它烧掉，融入这个光明的大我当中。这附魔会有这样子的快速的感应，也就是这个意识。那你如果一直在保留我、我、我、小我的我、自私的自我，你就没有办法了。这父母真的很棒，这是真的很棒，很有力量、很有智慧的。但是会不会从中去体会，这要靠大家，靠大家去好好的了解。所以呢，好，我们明天晚上，明天你们都有上班吗？星期六，礼拜六，现在是七点半，同桌。明天几点？早一点还是可以吗？七点。
好不好？好，七点好不好？七点好不好？早一点好了，时间晚一点就比较拖拉。七点好了，那明天是几号？明天是十四号。你看，他没有讲说叫我们帮你们做三坛，还要讲了三次的导引，哎，嗯，大概是要给你们加气啊，那个车胎要漏气了啊，加气，灌输这个能量下去。好，那么你们明天哪一方面需要加增加帮助的话，那你们也无所去讲，你们就穿你们要的颜色来代表。如果你想要增加你的才艺，想要增加，那你就从头穿黄到底，那法医最好代表了，对不对？啊，那你如果想要你的这里痛那里痛，你的灾难很多，你的重重的难关很多，那你就穿白色的来。好，如果你真正的有痛的地方，你明天好像是增加那个哈，对哈，痛是第二次哈，嗯，好，那我们就第一次好了。那我们要增加能量，我们就统一好了。那什么颜色比较增加是能量？黄色。啊，你们要觉得什么样？要增加什么？嗯，要黄色吗？黄色比较容易是吧？没有黄色，要黄色是吧？黄衣服比较容易哈、哦，法衣一穿，里面穿黑的也没关系，是不是？好，好，那就黄色。你像火也是黄的嘛，是吧？黄比较黄红色，黄红色都可以啦。代表温暖。好，代表爱心，代表力量，代表幸运，代表钱财，是不是？代表正义，代表圆融圆满。好，那明天就穿黄色红色，好不好？好，明天我们就没有做附魔，纯粹修一坛简单的法来帮大家导引。好，不要吃太饱，好，也不要不吃。所以在那边导引的时候，哇，不要叽叽咕咕叽叽咕咕，是不是呢？啊，我曾经到过一个地方，哦，吵得不得了，有一个同门的肚子没吃饭，好吵哦，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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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他又没有办法阻止说你不要叫，是不是？所以还是要吃一点，好，那不要水喝太多，不然冰冰凉凉的，啊啊，有人穿轻松一点的衣服。好，不要穿得太逼太紧，因为你要轻松的打坐，是不是？好，轻松的，好，这个舒服的一个姿势。好了，那明天就增加这方面的信心，这方面的能量，这方面的能力。好，一切吉祥 ，Om Mani Padme Hum。好，感谢上师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哦，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个蛋糕，啊，想说是庆祝那个师佛的圣诞，哦，这样子 ，OK， 好，对，五次蛋糕，好，可以，就在那里。蛋糕还是台湾最漂亮，他们呢每一次蛋糕哦都做的哇，让人家实在是觉得不可思议。好。就要蜡烛啊，哇！生日吗？生日 ，OK， 好，生日。哇，这么大一个，好。That's cute。好，我们以前是怎么唱啊？英文几遍，中文几遍？两遍英文，两遍中文。一二三，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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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叫做 Mother，OK，okay， 好。我们今天是莲花童子的圣诞，不是只有师尊哦，是所有的莲花童子下降，娑婆的纪念。
所以我们皈依真佛中，我们会念莲花童像都是莲花童子，所以我们再唱两遍英文，就不要中文了。Happy birthday to me, OK？ 好，是我们，不是他，啊，不是你，是我 ，OK？ 那么你自己庆贺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感觉？啊？我们眼光人家寿星都看别人，那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看我们自己，没人看我们，你要怎么表示啊？摸自己的心，摸自己的头，摸自己怎么样，好，快乐一点，自己的是寿星，快乐一点。当别人不注重你，不为你庆贺，只有你自己重视你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一二三唱 Happy birthday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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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make a wish好 ，make a wish。你希望真正的愿望是什么？说，在你的心里真正的祈求。好，我们做一个供养，结供养音。念供养七级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唵萨瓦达拉嘎达依达木咕噜那那免扎拉卡尼尼耶达耶密。好，今天的蛋糕虽然很小，但是今天吃蛋糕的人一口都好了，可以消三次灾难。我先吃了，好，赶快先吃一个，好，我们礼佛吧。